112是什么电话？112是交通事故报警服务电话。112报警服务平台是我国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为受理群众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指挥调度警员处理各种报警、求助，同时受理群众对交通管理和交通民警执法问题的举报、投诉、查询而设的部门。112报警台电话是为群众应急服务的特种电话。公安机关110报警中心工作比较繁忙，群众打电话报警时必须如实反映情况，对于故意报假警或用报警电话骚扰报警功勋的，公安机关将迅速查证依法处理。群众需适用112电话时，应在接通予以说明后，家长和学校要教育儿童不要以打报警电话玩戏取乐。